娶了富婆当老婆，看我怎么坑他钱呢？你完了！我爸说今天的题你要是能全部答对，他直接给你转5000零花钱。那你也得先说惩罚吧。第一，你要输了，你永远永远永远不能再出沙发。第二，去我爸公司给他打扫3天厕所。厕所啊，你过分了吧！我告诉你，就算打死我，我都不会。再加5000。好吧。答题开始。我爸说利用互联网软件建立起项目参与者之间信息无障碍沟通屏，使公司管理层与客户各自私域流量得到共享，达到合作双方高效交流的目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拉个群把他和客户都弄进去。然后我爸又说，为保证我方在本次合作中占据主动，需在社群建立初期由公司管理层担任重要职责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让他当群主呀。说平台建立好后，做好社区运营工作，重点关注内部高质量用户，早日实现价值转换。这啥意思？你给我说说。就是别忘了在群里发广告。还有感知用户喜好，定制针对性打法，串联平台和娱乐间交互桥梁，提升虚拟社区活跃度，增加用户粘性。这有什么意思？偶尔再发点沙雕图。聚焦关键信息点，提炼出核心价值，免费向个人私域流量池内分享成功案例，帮助他人总结方法等，发掘潜在客户。这个呢？聊天截图发朋友圈。那我已经拉群了，我该怎么组织？为了快速响应管理层布局项目，第一阶段已经落地，打法均衡上价值转化为目标，建立生命周期长、结果导向性明确的流量社区，认真复盘融合其他成功项目因素，沉淀可执行方法论，懂了吗？弱智。懂了。你说谁是弱智呢？哎，我劝你别动我啊，你打不动我。你这都不叫事，零花钱我等会儿就转给你，但你妈又催我要3单了，怎么办啊？你说我不要，万一再随你，智商低怎么办？